Hello， 我是小酒窝，今天带你们去逛逛澳门的二手奢侈品中古店。从这条巷子进去呢，里面有好几家二手奢侈品中古店。我比较喜欢在那家店买，主要是老板娘很 nice。我今天想买一个包送给我父母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这家店呢，主要是比较复古的老花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老花。我都有睇你嘅抖音多謝支持。佢哋有一期做中古包咧，嚟咗呢間店，所以我先。哎呀，我们是真的自己买。对啊，你问佢，我哋自己都喺度买嘢噶。哇，3000块买香奈儿，确实是性价比高。这个包好看吗？这个比较适合我妈，颜色还有单肩，起码不用手提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。这个就不适合了，年轻了。老板说这个是超级超级少有的，12000多，幻彩 LV 系列，11000多，2000多块，3000多，4000多块，5580澳门币，然后这个是5900多，决定买这个送给我妈妈。哎，你又怕平成本好高啊，每次都得买嘢。买单4000多，折算人民币的话，应该就是3000多。就是这款包包，大家觉得划算吗？